254集，李强现在正处在五行天的疯狂之心境界里，一旦认准了，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去做。在练气上，他又向来大胆，而且得失心很轻，从来都不在意法宝的得失。像他这样用印诀修炼的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。李强悄悄服用了一颗枯青神丹，他要将自己的功力调整到最佳状态。这一次得丹极多，所以他才敢随意服用神丹。凭着神丹的灵气，李强迅速将自己的功力提到最高点。幸亏钱善庸和戴南风雨等人没有看见，若是他们知道李强用神丹来调整功力，恐怕人人都要喟叹不已。这实在是太浪费了。按照修炼神丹的习惯，其中6000多手印诀必须是一次性完成。李强有了炼丹的经验，对这一点他有把握做到。只是前面的一些印诀和最后的几百手印诀让他有些头疼，毕竟这是修炼神器，而不是修炼神丹。考虑了很久，李强终于下决心，管他3721，来硬的。他想清楚了，即使修炼不成，战魂刀照样还能使用，自己不会损失什么。若是成功了，就算自己赚到了。随着印诀的发出，刀鞘上的花纹层层叠叠的累加上去，越来越多，刀鞘也越来越大。慢慢的，刀鞘向上浮起，在离地3米左右的地方停止下来。李强也随之浮起，他依然不断的发着印诀，每一个印诀打在刀鞘上都发出一声震雷，而且越来越响。除了赤明和李强外，在场的人都是修炼了成千上万年的仙人，他们不会被李强的响声所打扰，只有赤明感到受不了。他本来就没有把握修炼都天神杖，再加上每隔1分钟或者半分钟就震响一次，使他完全无法再继续。这家伙猛地从地上跃起，想大喊大叫发泄一下，忽然一眼看见李强身前的刀鞘，不由得惊讶不已。他发现李强似乎找到了修炼神器的办法，立即飞过去仔细查看。看了半晌，他又泄了气，因为李强的手法他一点也看不明白。李强一口气打出4000多手印诀，看得赤明眼花缭乱，每一手印诀都不相同，复杂的不可思议。李强炼丹的时候，赤明并没有在意他是如何修炼的，此时由于自己无法进一步修炼都天神杖，他才会注意看李强的手法，心里不由得佩服极了，暗自嘀咕道：奇怪，这家伙从哪儿学来的？等他修炼完了，我向他要。李强不厌其烦地打到第6000多手印诀时，终于感到了回应。金尊神心快速地跳动着，整个刀鞘也配合着神心的跳动开始震颤起来。李强不敢大意，依然一手一手地打着印诀。赤明也有一双神眼，但是他突然觉得有点眼花。李强和刀鞘随着古怪的跳动竟然时隐时现，仿佛即将融入天地之间。他突然明白了，李强马上就要真正收摄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神器了。刀鞘上出现的皱纹越来越多，每一个皱纹都发出银白色的光华，渐渐的，刀鞘原来的金色被完全掩盖，满眼都是刺目的银色光芒。李强最后一手印诀打出后，心里突然一片光明，他忍不住长笑一声，刀鞘仿佛和他呼应一般，发出隆隆的轰鸣声。霎时间，刀鞘和李强同时闪亮起来，赤明不禁眯起了眼。霹雳一声巨响，只见李强仰天长啸，赤明乐颠颠的跑了过去：“哟，恭喜大哥，贺喜大哥！大哥，你的印诀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教教我怎么样？”李强没顾上搭理赤明，他在细细品味刚才突如其来的明悟。半晌，他终于明白了，刀鞘其实就是神甲。
由于自己已经有了火晶幻化的擎天神甲，所以一直都把它当作刀鞘来用。战魂刀其实是一件神甲和攻击性神器的组合。他取下套在手臂上的紫色护臂，神甲立即显露出来。赤明眼前一花，他仔细一看，不由得大笑道：“哇，这是什么神甲？”李强一头长发散落下来，浑身散发着金银两色光芒，神甲上密密麻麻的皱纹随着金银两色光华缓缓的流动，显得非常的神秘。最奇特的是，李强的双肩上有一条七彩镶嵌的凸起，一节一节的紧扣着，就像一条盘伏的蛇，随着金尊神心的跳动缓缓的游动。神甲的式样威猛异常，仿佛天地间的力量都蕴含在其中。赤明叹道：“哎，这身神甲太棒了，我的战衣差远喽。”李强笑道：“不是你的战衣差，而是你没有修炼它。”赤明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刚才用的是什么印诀呀？教教我好吗？”“贝叶神灵诀不适合你，还是我教你好了。我有一套专门收摄神器的灵诀，你应该可以用上的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钱善庸已经站在赤明身旁，他有感于李强的慷慨，也将自己秘藏的灵诀拿出来送人了。赤明大喜过望，钱善庸收藏的灵诀一定不同凡响，他咧着嘴急不可待地凑了过去。钱善庸笑骂道：“赤明，你的样子太难看了，哪里像修神的人，还是一副恶魔形象。”他看着李强笑道：“老弟，恭喜你了，你竟然用贝叶神灵诀收摄了这件神器，了不起，看样子天姑点醒你了。不过收摄只是第一步，这是我收藏的一些关于神器运用的窍门，送给你。”李强接过钱善庸送的玉铜简，笑道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钱善庸心里暗叹，这小子天生的大气让人不得不佩服。再看看赤明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样子，他苦笑道：“赤明，你修神太勉强了，这是给你的玉铜简。”赤明开心的一把抓过去，大笑道：“什么勉强不勉强，我才不管那些，我是走一步算一步，大不了我重新修魔去。”钱善庸心里突然醒悟，赤明的境界一点都不比李强差，他也是根本不在乎自己，也没有任何牵挂，完全是随性而为，这样的境界连自己都很难达到。他叹息一声，不再说话，继续修炼天神之路去了。李强将玉铜简里的内容迅速浏览了一遍，心里兴奋不已。钱善庸给的灵诀里很多是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，这一次钱善庸没有一点藏私，他将自己在仙界收藏的神灵诀全部送给了李强。很快李强就沉浸在这些奇妙的神灵诀里，他先用心念快速记忆下来，然后再开始分析。赤明的收获也很大，他得到的神灵诀虽然没有李强的多，但是专门修炼神器的窍门却是钱善庸整理出来的心血所得。凭着这些神灵诀，他就可以修炼战衣和都天神杖了。李强整理了一遍思路，一边印证刚才钱善庸修炼时的印诀，一边开始寻找修炼战魂刀本体的神灵诀。他要正式修炼战魂刀。战魂刀的本体就隐藏在神甲肩膀的凸起里，李强可以清晰的感觉到，他心念微动，战魂刀犹如一道金光从肩头升起。李强突然发现，战魂刀不用再修炼，只要修炼好刀鞘，战魂刀就彻底被自己收用了，自己只要学会如何出神入化的运用就行了。他连忙开始试验，果然战魂刀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心意随心所欲的变化。战魂刀的变化是可以慢慢摸索的，李强倒不着急了，他
他取出脱下的护臂，弹指轻扣，火晶从紫色的护臂里冒出来。他刚一露头，清冷的陨星顿时就像严酷的夏日来临，气温急剧升高。火晶的形象怪异极了，他已经退化成一团近乎透明的白色体，只有两只赤红色的眼珠咕噜噜的转个不停。火晶飞到李强手中，两只红红的眼睛盯着李强，身体却渐渐的温和起来。李强惊讶的发现，火晶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温度了。他轻轻抚摸火晶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家伙，跟了我这么久，想不想自己修炼？”火晶在李强身上已经潜伏修炼了很久，对于李强的心意，他似乎很明白。一串五彩的火星飞出来，飘飘洒洒的升到空中。紫色护臂也算是半个仙气了。李强拿在手中笑道：“这件护臂就送给你。”火晶从李强左手跃起，跳到右手的护臂上，立即将紫色护臂包裹起来。李强明白，任何灵兽只要拥有一件法宝，不论是仙气还是神气，他都能凭着本能进行修炼。为了感谢火晶，李强将护臂送给了火晶。不一会儿，火晶就露出自己的本相，那是长着一对紫色翅膀的小家伙，很像一只蝙蝠，浑身闪着银光，背脊和翅膀都是妖艳的紫红色，一双眼睛是赤红色的，还有一条长长的银色尾巴，非常的美丽。他吱吱鸣叫数声，突然扑向李强胸口的神甲，吸在甲面上不动了。李强轻轻一摸，发现火晶再次潜伏了。从此，李强的神甲在胸口的位置上显露出一个蝙蝠状的灵兽外壳，就像是天然长在甲面上一样。紫红色的背脊伸展着翅膀，仿佛随时都会飞去。其实，李强还不知道，由于小火晶的依恋，他在无形中保留了擎天神甲，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。钱善雍坐在另一端，他修炼的天神之怒快要完成了。天石和戴南风玉静静的盘腿修行，似乎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境界。赤明也在忙着修炼他的都天神杖，他悬在空中，都天神杖化作一道金色的虚影在身周盘旋。他不时的打出一个印诀，全神贯注的修炼着。李强扫了一眼在场的人，他现在不想坐下练功。考虑了片刻，他想起在佛宗废墟里收到的黄金板，现在有了难得的空闲时间。他取出黄金板重新查看，那上面记载着所谓的神之文字。李强再次用神识转化，发现黄金版的内容不够全面，虽然有一些修炼神器的方法，但是很少。记载最全的是一种身法，一种身外化身的身法。他用心念记忆后，打算修炼这个功法。身外化身的神通，赤明以前做魔尊的时候就会，李强在幻神殿的时候曾经见识过神兽，也有这样的本能天赋。修炼了片刻，李强觉得不对劲儿，他觉得黄金版的记载似乎少了一项很关键的东西，要是凭着这样的记载，他很难修成身外化身的功法。想了很久都不得要领，李强不甘心，又重新一项项开始整理。不一会儿，他将修炼的步骤提炼出来，再次进行修炼。随着修炼的进展，李强渐渐可以幻化出七八条虚影。他停在场中沉思，幻化虚影不是他的目的，分身应该是实体的分身。待整个步骤完全修完，李强更加确信黄金板上的记载的确是有所缺失。赤明终于完成了都天神杖的修炼，他得意的狂笑不止，惊动了沉思中的李强。李强飞到他身边笑道：“兄弟，恭喜你修炼成功。”赤明开心道：“算了，道什么喜呀，不过炼化了这件神器，我老赤终于可以出头了。”
李强问道：“你以前做魔尊的时候是如何修炼身外化身的？”赤明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很简单，我有无数魔头做替身，只要专门修炼替身魔头就行。”诶，你不会是想要修身外化身的神通吧？李强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自己学会了身外化身的心法，却使不出身法来。他转身走到一边，考虑如何弥补这个漏洞。自己肯定是没有魔头驱使，也不可能向灵鬼双尊讨要灵体，除非找到一种替代品，才能顺利修出身外化身的神通。赤明紧跟着李强，嬉皮笑脸的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想修炼身外化身的神通。”他不但聪明，而且很狡猾。一听李强问起身外化身，立即敏感的察觉到李强绝不会无的放矢。李强的思路还在如何修炼上，一时间没听明白赤明说什么。他随口说道：“兄弟，等会儿和你说话，我在想事情。”赤明锲而不舍的说道：“我知道啊，我修炼过身外化身的神通。”李强笑道：“这是黄金版，要用神识转化。”他将黄金版丢给赤明，赤明如获至宝，急忙用神识查看，很快就弄明白了。他闭目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个记载不全。”李强说道：“废话，当然不全。要是记载完全，我就不用伤脑筋在这里苦思冥想了。”赤明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很简单，就能解决了。”李强惊讶道：“什么？你有什么办法？”“修炼金傀儡就可以了。”赤明得意的说道。金傀儡李强听说过，但是不知道如何修炼。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了希望，问道：“你会修炼金傀儡？”身外化身的神通对他很重要。他从第一次见到身外化身的神通时就惊讶不已，内心一直渴望自己也能学会。赤明点头道：“金傀儡是用七巧玲珑虫作为主体，用天金沙或者陈千木为辅，用灵性阵排列，就能够修炼出金傀儡。天金沙修炼的叫金傀儡，陈千木修炼的是魂傀儡，魂傀儡比金傀儡更好，不过陈千木那玩意儿太难得了。”李强苦笑道：“天金沙我多的是，陈千木也有一小块，只是七巧玲珑虫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更别说见到了。”赤明得意的笑道：“你没有，不代表我没有啊。”李强兴奋的一把捏住赤明的脖子，摇晃着大叫道：“你怎么说话说一半呀？快拿出来！”赤明被李强掐得满脸通红，他用手比划着，嘴里咿咿呀呀的说不出话来，只得一脚踹出。李强被踢得飞了起来，可是他还没有松手，依然拖着赤明，两人头对头的跌爬在地上。李强这才反应过来，嘿嘿笑道：“哎呦，抱歉，没事吧？”心里暗暗偷笑，他早就习惯了随时要欺负赤明一下，虽然现在已经收敛了很多，不过习惯一旦形成，有时候是很难改变的。两人都是修神的，赤明现在的功力比李强差了一个层次，被他一把掐住脖子还真不好受。他咳嗽了几声，骂道：“没事，没事才怪呢，要被你掐死了。”赤明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不管李强怎么整他，他都很难生气。他说道：“算了，别闹，我在回风元星的路上啊，找到不少七窍玲珑虫，都被我用法术修炼过了。”李强很好奇：“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”赤明抬手射出一物，李强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串手链，手链上有十只链环，每一只链环大约就是一只七窍玲珑虫，链环只有一枚硬币大小，淡淡的粉红色，像一张女人的脸，精细的让人难以相信。李强知道这是赤明用法术将其缩小的。李强问道：“身外化身所需要修炼的金傀儡是否用一次就完蛋了？”赤明咧嘴道：“这都不知道啊，只要不被破掉就可以重复使用，若是被破掉了就必须重新修炼。大哥呀，你多修炼一些金傀儡不就行呢？反正我收了很多七窍玲珑虫，
没事就可以修炼的。李强毫不客气地伸手道：“拿来，拿来，多多益善。”志明给的倒是心甘情愿，七窍玲珑虫有震慑心神的作用，所以他收集了很多，原本准备用来送人的。他知道李强的徒子徒孙很多，可是真正见面后，他又不习惯和人套近乎，所以就一直摆在手镯里。没想到这东西会派上大用场。赤明送给李强七八十只七巧玲珑虫后，说道：“怎么修炼你应该会吧？就是和修炼傀儡差不多，不过用七巧玲珑虫做心就行了。大哥，给我一点天金沙。”他要到天金沙后，立即跑到一边修炼去了。能够学会身外化身的神通，赤明十分开心。其实身外化身的神通并不是这样修炼出来的，真正的身外化身是每一个分身都有主体的神通，现在的化身只是一种替代品，威力不是很大，不过即使这样也是很了不起的神通了。有了修炼方法和材料，李强一口气就修炼了27只金傀儡和5只魂傀儡。他将金傀儡和魂傀儡串成一串手链，一圈圈的套在手臂上。金傀儡的样子就是一个椭圆形的珠子，上面刻画着李强自己的容貌，由于是用神石刻画的，细看时就和真人一般无二。李强得意的晃动身形，刹那间12条身影突然出现在四面八方。看着和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，李强自己也很不习惯，他身形一动，12个分身也一动。突然他觉得不对，这样的分身不会自己行动，对敌之际作用不会太大。赤明大笑着分出7、8个身影，最绝的是每一个分身都有自己的动作。李强不由得大叫道：“小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赤明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他当然知道李强为什么乱喊乱叫了。赤明嬉皮笑脸的说道：“大哥呀，你那是傀儡修炼的方法，你要给金傀儡灵性才行啊。”李强苦笑道：“怎么做？我不会这种手法呀。”听众朋友。